雨桐，你快点，我急着，我着急天黑呢，再不天黑我就放烟花了啊！哎，别的别的，我这还挖灰沙呢，你老急啥呀？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养那么多野人，反正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床上多一个小骷髅头，养它干啥呀？我养十来个呢，死他妈四五个不算事，你快点吧。好好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这附近的灰沙都让谁给挖走了？这真是一点都没给我剩下。雨豆，你雇我，你雇我给你挖，你快点回家。啥？你着急，我又不着急，还得我花钱雇你干活，那不得你主动过来帮我挖吗？这样的话，我能早点回家，知道不？哎呀，我天哪！看看你们那不值钱的样，那又租又雇的。好了，终于挖完了，这些灰沙挖的我几乎都要崩溃了。不过幸好呢，还挖到了几组，赶紧带回来放进熔炼炉里烧制好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盖屋顶了。嘿，我天，就你啊，小射手啊！咋的呀？听着不像好事儿啊！谁家炸了？是我，我刚才从房顶掉下来了，正好掉到了棒棒蛋的脸上，他还把我的房子给炸了。那可是我的新房子呀，我房顶还没盖完呢。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？晚上一定要有人放昼夜烟花。老牛啊，过来救我一下子，我这爆弹，求你了。你可真卑微啊。这来，大家都过来啊！我要在这里那个售卖军火了，知道啥叫无限火力吗？鱼豆啊，过来看呢。我不去，肯定又是你那些没用的小发明。哎呀，我这边还要盖房子呢。好了好了，房顶终于修完了，我这一天一直又被炸又挨野人揍，我真太惨了。哎，好了，小可爱们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？要记得给鱼豆姐姐点上关注呀，爱你们，么么啾。